电击枪斧头击上，黑帮马弹闹区见血。他就把他电的都把他拖进去了，对，因为他刚好往里面冲，他就先拿这个电他嘛，他电他倒下去，我就看到刀尖在那。电他？电击棒吗？不是，是电击枪，这不都是警察在用的吗？怎么黑道也玩起这家伙？你看这一根，就是电击枪发射出来的子弹吧？这是台北新营闹区发生的凶杀案，好嚣张啊！当街发射电击枪后，还拿斧头砍人，哎呦，满地是血，被害人被砍得深可见骨，好恐怖哦！啊，几个人死哦？一台车，一台车死哦，应该死的吧？啊，你有看刀啊？是什么刀啊？应该是砍伤的吧？被砍的人是竹联帮中堂老大马旦，他是信义区夜店杀警案重要关系人。杀警案一干嫌犯昨天被起诉，老大马旦同一天也被砍，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关联吗？